情愁，情意若山，你我若剑，乱了谁眉眼？兜兜转转，无事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。时间尽头，与你相守，无所求。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，凝春短。凄寒驻足石板，谁泪流满面？长夜漫漫，深深轻叹，唱不尽百般滋味。此生不欢，余生不相见。剪断思念换来一世的守候，生生世世情丝白上的脊柱，怎么？你看够了没有？君上，顾真是愚蠢，居然怀疑他。还让他受了那么多苦。君上，昨晚的事我一定替你保密。姑相信你。急了吗？怎么了？醒醒！君上出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君上出来了。醒醒！快点，都醒醒！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去？不许进去！不进去怎么送饭？饿着赵姑姑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赵姑姑，娘娘，你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娘娘，别保护你，都别保护你！哎，你赵姑姑，你别打他，你小心伤到了。他是把姑姑当成父王。怎么回事？老王爷对尹妃娘娘，赵姑姑，你别这样，赵姑姑，赵姑姑，奴婢，要给娘娘报仇，快走啊！好了，等着过来接你，赵姑姑。
走了。参见君上。哎，君上，哎，快快快，君上出来！哎，君上，参见君上。奴婢备好了热汤和膳食，君上是否要传唤啊？直接带青离走，会让他被诟病，得先替青离翻案。吕敖啊吕敖，真是自作孽。不必了。还是恭送君上。姑姑，疼吗？不疼，娘娘给上药，一点不疼。哎，赵姑姑，你怎么了？头晕晕的，兴许是刚刚摔得厉害。我扶您躺下休息休息。嗯。娘娘，娘娘，姑姑我在。您说，您这么好的人，君上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姑姑，您说老王爷和尹妃，和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你一见到老王爷就如此激动？娘娘，你都忘了，娘娘，都是因为他。都是因为他，你才一直被关在这个西院里面。就是他，那么狠心，他那么狠心，他把小殿下送到北苍蛮人那儿去。小殿下，他那么小，那么小，就和母亲分开，一个人到北苍去，他一定受了很多罪。受了很多罪，这么惨，那尹妃娘娘应该很想念吕敖吧？娘娘，自从小殿下被送走以后，日哭，夜哭，眼睛都看不清了。娘娘，您之前说。尹妃娘娘到去世之前都没有再见过吕敖，可不是吗？娘娘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，连最后的心愿都……那尹妃娘娘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给吕敖？哎，这就是这把钥匙，看来这里面是尹妃娘娘的遗物。赵姑姑一直把吕敖认成老王爷，说明姑姑没有把这个盒子的事情告诉吕敖。而尹妃娘娘在去世之前都想着再见到吕敖，那说明这里面一定是留给吕敖的遗物。我要把这个盒子交给吕敖。对不起，你们别打我。这不是丑娘娘吗？你出来晒太阳啊？他
他昨晚到底是受宠还是受罚？二位妈妈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君上他走了吗？我有急事找他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站住！完了完了！去哪儿啊？不会是要打箱子的主意吧？娘娘今天的活还没干完呢吧？哦，我换套衣服这就去。快点儿！云锦，你觉得这恢复神智的丑妃跟当年的尹妃是不是有点像啊？习惯和行为方式确实有点相像，但不管是丑娘娘还是当年的尹妃都不过是小角色，不值得太妃娘娘费心。小角色那可不见得。娘娘您不能去。别拦着，本院要去亲自看看这个丑青离，看他耍什么狐妹子手段。娘娘您冷静冷静，您现在过去可是正中他下怀。给我让开。娘娘，君上夜宿西院的消息已经传遍了，可是君上却没有放他出来，这说明君上心里还是有数的。可您要这节骨眼上去了，保不齐君上会因此事换他调查，这不是多给他们制造见面的机会吗？到那时他再发发嗲卖卖惨，哄得君上一时心软放他出来，这局面不就更难控了吗？这口气本院是真的咽不下去。只要他还在西院，不愁没法子。尹妃娘娘对不起啊，我一定找机会交给吕敖，了了您的心愿。这个形状怎么跟我血玉的形状一模一样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好强的巫力啊！血玉与饮血剑合一者，可得天下。蓝雨，尹妃娘娘就是蓝雨。蓝雨把巫力封存在这儿，怪不得长老们都寻不到她的踪迹。义齐王府。蓝雨，找了你那么多年，原来你藏在那儿啊。西赵，掌门有何吩咐？我要出岛几日，
你暂替我主持事务。是。有没有乌吉的行踪？若他出现在岛内，立即抓捕。是。师父，好，不错，琪琪加油。师兄，你看好吧。七七，好样的。师姐，没关系，加油。别怕，我们马上帮你医治。师妹，你要射的是靶子，不是阿飞。可我赢了呀！用这种方法，赢了又如何？师父，我赢了。你说过，谁赢就先教谁。我想学最厉害的巫术。三圣花，今日起停止修炼巫术，下去自领十鞭，面壁思过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赢了还要受罚？阿飞他只是个畜生啊！还不知错，下去想明白再来吧。师父，你偏心，你就是不想教我。去那边坐。师姐，这是我在师兄那儿特意要来的金疮药，很管用的。谢谢。师姐之前说师父偏心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七七明白，师姐你那都是气话。师父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师父消了气，我会拖着师兄一起去帮你求情的。师姐你放心，我会缠着师父拖慢进度，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去学新的巫术。好。我是悄悄偷跑出来的，我该回去了。去吧。可是你的伤，这点小伤，死不了。那我走了。
米琪琪，你真虚伪。今日所受屈辱，来日定当悉数奉还。娘，你来做什么？不是认了那个老不死做师父，早把娘忘了。女儿不敢，女儿待在掌门身边是为了学巫术变强大，等我有了足够的力量就能将娘救出来。你学巫术仅仅是想救娘出去？我想让整个巫族都只知道我三生花。娘的咳嗽日渐严重，你没事吧？听你刚才的意思，你想当掌门？是。你以为那个老不死会将毕生所学都交给你？他防着你。您说的没错，他偏心，只会宠那个米七七。米七七，您久困于此，不知道现在的事情。他是您被关在这儿第二年来岛上的，师父把他放在身边养着，教他巫术，尽心尽力，赞口不绝，可对女儿却百般嫌弃，瞧不上眼。整个巫族没有一个人正眼瞧我。何须气馁？正统巫术学起来既费时，又有诸多限制。不学也罢。女儿，女儿想学黑巫术，求娘指点。好，明天你带三个弟子过来，不得让他人看见。抓弟子，这练习黑巫术就是要在活人身上。你不想学？我愿意，我要学。既然想学，那就必须替娘完成一统天下的夙愿。娘的夙愿就是女儿的夙愿。不过，用黑巫术就能一统天下吗？当然不是。唯有得到隐虚剑，才能获得一统天下的力量。而圣女蓝羽，她知道驱动隐虚剑的方法。娘，我来看您了。我终于做了掌门，您却没能撑住。当年都是那可恨的蓝羽害您被抓，如今终于有蓝羽的消息，此番我便去一起寻他，让他下去给您赔罪。站住！娘娘这是要去哪儿呀？扫干净了，回屋休息。这也叫干净？娘娘，您从前没干过粗活，这地只扫一遍，那可扫不干净。您看这儿，还这儿，全是灰。怎么着也得再扫个七八遍吧？这可是露天的院子，就算我再扫上七八百遍，一刮风还是会有灰的。借口！
就是想偷懒呗。这地要是扫不干净，我们鞋踩上去可是会弄脏的。难不成娘娘是想连带着帮我们把鞋一起给洗了？赛金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瞅瞅，咱这地，地面不是挺干净的吗？就别再难为娘娘啦。这院子不是挺干净的吗？你又不睡在这儿。娘娘回去歇息吧。嗯，常妈妈。娘娘留步。娘娘，一不小心这地又脏了，还得劳烦娘娘您再扫一遍。你赶紧的呀。让你吃瓜子，让你吃瓜子，让你干嘛呢？好啊你。你变本加厉呀！你停，别撒我瓜子了，愣着干嘛呀？把瓜子给我捡起来，把你的狗眼给我瞪大了，瓜子儿和瓜子儿皮给我分开，知道吗？你太欺负人了，我不干了。哼，看来娘娘还是喜欢刷马桶啊。常妈妈，您误会了，不就是捡瓜子儿吗？多简单，我可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呀，一杯茶，哦，一口茶的功夫就给你捡干净。这还差不多。娘娘，您动作可得快点，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，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私藏禁书，是不是私藏禁书了？去，拿过来！哎哎，还给我！拿过来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救命啊！哪里？哎，好啊你，反了你！把禁书拿出来！哎哎，妈妈！啊啊！我的天，这可怎么办？你这个疯婆子！你要走？哎，我看不见了！赛金，赛金！哎，我看不见了！赛金，你给我拿下来！赛金，赛金！赵姑姑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你都没有看见常妈妈那个样子，真是太好笑，我还治不了她。不过我有点怕她找你麻烦。她敢，她敢动我一下，小殿下一定扒了她的皮。小殿下？嗯，您是说小殿下？对呀，我们小殿下呀是当今的君上。那您知道我是谁？您是娘娘啊。臭娘娘，小殿下的妃子。赵姑姑，你终于清醒了。我清醒的时候比较少，糊涂的时候比较多。姑姑，这些年辛苦您了。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块普通的红玉而已。东西呢？娘娘留下的东西呢？哎，东西呢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赵姑姑，我错了。奇怪，这上面的字从何而来？娘娘，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脖子上的血玉又是从何而来？
您怎么知道他是血玉？20年前，我曾经见过他。那个时候，他的主人还是尹妃娘娘。赵姑姑，那您知道尹妃娘娘的真正身份？娘娘去世的时候，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我知道，她是巫族的圣女蓝羽。20年前，北苍蛮人实力鼎盛，总是大肆入侵我国领土。老王爷曾奉旨出征，与他们大战了2月有余，终于控制住了局势。王爷和了原大将高鄂、丑虎班师回朝，没想到在途中碰见了受伤的尹妃娘娘。还有救？王爷对娘娘一见倾心，便将尹妃娘娘带回王府。姑娘，你快下来啊！姑娘，娘娘一开始啊，非要离开。只是当时身体虚弱，没能离开这偌大的王府。在王爷的关爱照料下，娘娘也就逐渐康复了。王爷每天都会抽空去看她，然后变着法子地讨她的欢心。娘娘喜欢梅花，王爷就把所有的树都换成了腊梅。娘娘喜欢画，王爷呀，就搜罗了一大批的画，堆满了整个屋子。王爷怕娘娘闷着，还捕了好多小动物，逗娘娘开心。可是娘娘非但没有高兴，还生气了，好几天都没有理王爷。巫族的人自幼和动物最亲近，老王爷捕了动物来，蓝羽自是要生气的。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娘娘的心里就已经有了王爷了。娘娘曾经跟奴婢说过，之前啊，她总是忙于处理各种事务，从来没有时间跟一个男人相处那么久，也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依靠。或许这就是娘娘动心的原因吧。终于娘娘的伤痊愈了，也准备离开。我必须得回去一趟，有样东西我要还回去。娘娘允诺王爷，等她处理好家中事务便嫁给他。一个月以后，他果然回来了。王爷喜逐颜开，力排众议，立他为尹妃，赐住染溪院，也就是娘娘您现在住的院子。谢谢你回来，姑永不负你。好美丽的誓言啊！都是一场镜花水月罢了。大婚后不久，娘娘就怀上了小殿下，日日在房中盼着王爷。可当时战乱吃紧，王爷顾忌高家，朝中又传出娘娘是外族细作的流言。王爷为了保护娘娘母子，不得不选择冷落娘娘。她许久没来了，最近咱们接连败仗，君上整日忙着和大人们商议战事，兴许给耽搁了。娘娘分娩那天情况十分危险，只盼能见王爷一面。君上，君上，尹妃娘娘快不行了，娘娘难产，您就治一趟吧。求你了，君上，君上，你去看看一眼吧。可王爷仍在高王妃房中八九。
久言欢。从那以后啊，娘娘心中对王爷便没了期待，一心想带着小殿下离开义旗。请君上准许妾身带着孩子离开。可王爷怎么会允许娘娘离开呢？无奈娘娘请命下住西院，谁曾想高王妃居然派人将小殿下夺了去。给我吧，你还给我，还给我。娘娘，娘娘啊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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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啊，来人啊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，来人啊。人道是为年来薄厮杀，银烛发簪赠君别想唱给你。